接下来跟大家介绍这个简报，喜不喜欢二势力？这个软体不错啦，事实上跟另外一个可以搭起来一起用。你不搭，其实你看我们用这样教鞭，现在不能用在教室里面嘛，对不对？当然当指标很好用啊，尤其是你不是在电脑教室，在用投影机的，有没有比滑鼠大很多？那这个呢在哪里？我们请各位进到这边来看一下。你在我们里面呢有没有看到一个叫 PowerPoint 啊，不 ，Pointer Sticker， 这个就是这个，有没有虚拟教鞭？那我其实还有搭配这一个啦，这个点两下，有一个叫 Mouse Track， 这个其实我是有买的，但是你没有买一样可以用。好，那你打开之后呢，可以变中文的，有没有？按一下，这样就好了。我把控制列叫出来，控制列就是在这里，有没有看到这里有控制列？我稍微一点点微调，聚光灯调整，这里勾起来，自动关闭，即时书写。我做一点点微调，那等一下呢，你来看看。好，我就收起来了。现在呢，我就跟他来做。好，现在你看。这两个软体你执行好了之后呢，如果你要写字，我就用这个，你看这样 OK 吗？对不对？用完了你就再按一下就收起来 ，ESC 也可以，有没有？这样我就可以继续往下卷动下去了。而且你有没有注意，我点一下会有个亮点，按一下，我按右键、按左键、按中间，有没有都不一样？然后呢，如果我要请你认真来看的话，我就用这个了。认真看这里，不要乱看。这样，请问我们简报的时候有没有焦距会更集中一点？可以接受哈。要放大怎么办？放大，有没有很像我们早上介绍那个？那你放大的那个大小也可以调整啊，也可以调整。所以这两个搭起来，其实跟我们的做简报，其实就可以蛮搭配的。蛮大片的，那您看一下这个，我先讲一下 Power Stick 这个，你来这边预设，各位打开之后呢要稍微留意一下，我先把指挥棒显示出来，有没有在这里？在这边，那预设呢它大小你可以做调整，指挥棒的大小在这边显示出来，有没有指挥棒的大小？这样你要比较大机较小机有没有？都不要紧，这没敢讲丢。第二个，它一开始有一点点透明度，有没有？那你不喜欢这一种的没有关系，里面有很多那边金呢、银呢，有没有？但是要留意一下这个地方，这个有无？滚轮有没有缩小一点？我缩小一点，来，看清楚，这里有没有三点？预设这里是有勾的，还记得我们刚刚有滑鼠点三下，这里就不太适合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如果你点三下，一二三有没有消失？一二三有没有出现？对不对？好，预设是有这样子，那我来这边按一下它。好，所以我平常都把这个关掉。看你啦，你如果常会用到一二三的，那你要留着当作是开关也可以。好，那第二个就是说它的位置预设是自动，那自动就代表我移到这边有没有自动转另外一方向？我平常比较不喜欢这样，因为这样人家会比较混淆，所以我通常会把这个位置就固定在右下角就好了。那我们的滑鼠尖端就是谁？就是这个教鞭的尖端，所以你移到这边啊，有没有一样变成手？那预设它把滑鼠藏起来，如果你没有，是不是它就跟着滑鼠走而已？这样子，一点都不难嘛，对吧？所以你用好了，你可以先把它收起来。如果你想用滑鼠控制它，你也可以这样子，在这个图示上按滑鼠右键，有没有？它就消失了。我们刚刚不是有一二三吗？你按滑鼠右键，这个图上面按右键，有没有出现了？这样也可以。好，所以就看你的需求。那只是呢，我顺便搭一下这个，因为呢，这个其实我觉得也蛮不错的。像刚刚大家体验过的，付费跟没有付费差在哪里？如果你是付费的，
你刚刚做的这些设定会保留下来，不是付费的，就每次打开之后就重新调整一下。啊，你有了解吼？嗯，你可以变成中文的。然后呢，我刚刚在这边就是聚光灯，我有没有设定大小？而且我有没有设定可以用滑鼠滚轮？这有滚轮可以调整它的大小。那我还把这个地方是勾起来，这样我就不用自己手动去关。哦，你可以自己设定时间，时间到就关掉。那再来就是滑鼠点击的颜色，有没有看到？你喜欢按哪一个是什么颜色，就可以自己，哎，就可以自己哦。那书写应该没什么太大问题啦。还有即时放大，有没有这个放大的比例，还有它的宽度，有没有都可以调。好了，所以你这样用完了，收起来。所以我要放大，有没有这样比较大一点？是就跟着这个地方是就在走，你就看得到。好，安内，这里滚轮三秒自动消失，这样 OK 吗？因为它跟我们这一支笔真的搭配的蛮不错的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就觉得说，哎，这样是好用，好，就这样推荐给大家测试看看，来。